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。胡世忠，24岁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叫胡世忠，来自美丽的河南郑州。那我是18岁开始创业，做过酒吧，开过民宿。19年涉及新媒体领域，主要是做这个孵化 IP。那我现在孵化的 IP 全网超过3000万粉丝。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呢，想寻得一份商务公关以及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。谢谢。好，欢迎你世忠，欢迎来到非你莫属。哎，好嘞，你也是为数不多主动把这个夹子打开给我的选手啊，非常的细心。世忠，你在这个简历当中说自己啊不是在谈判，就是在去谈判的路上。那今天录制之前有谈判吗？有，我刚给摄像谈判完。跟谁？摄像老师。跟摄像谈判？对对对。哦，怎么就那么喜欢谈判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天生的吧。反正说话我就感觉特别开心，有成就感。哦，你指的谈判是什么呀？我做传媒公司的时候，我首先是做的是应聘，我每天不是在应聘就是在应聘的路上。我创这个，那一看你这人生一天就两条路，谈判之路和应聘之路。对啊，今天应聘之路来这儿。没有，这个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一个应聘。因为我之前我们是做新媒体培训，所以说我需要找到我的对标企业，帮他们做一个筛选，帮他们做一个系统化的分析。行，你说的挺直接的，来告诉一下各位企业家，你今天想找的是什么岗位？商务公关以及新媒体运营。期望薪酬？薪酬的话我希望的是10K。工作地点呢？这个不限。